开拓者，进女孩子房间不敲门，这可是不礼貌的行为哦。天霄将军，你居然在这里！我在门口看到一缕白毛，还以为是警员将军。无妨，你来列车上是找警员，他不在神策府吗？不，我是在找你。知道你喜欢喝酒，而这次为了抽到你，我特地给你准备了新的酒壶。不错，这大酒壶看着就很能装酒，而且酒也够劲，我喜欢。所以飞霄将军，那个狐狸正在演武场上闹事，能不能请你出手？小事，这个忙我一定帮。飞霄将军，你是不是有些醉了？我能喝醉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走，我这就去打死胡雷那个小狼崽。700年河东，70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，如今净流不在，你们仙州人拿什么？就你小子叫胡雷是吧？你以为净流不在就没人治得了你吗？你是何人，居然敢打我，还把我踩在地上。打你不就打你，还要挑日子不成？开拓者将军，他是不是喝酒了？是啊，没想到飞霄的酒量这么好，我送了他一酒壶的酒全喝完了。那看来胡雷可要遭老罪喽。开拓者，我这个新坐骑缺乏管教，下次我们再一起喝酒吧。今日的胜负，飞霄的胜利。